大家好，这台就是我们2024年最新款的 ARUV DTF 水晶标打印机。今天我来给你详细介绍下。一 ，ARUV DTF 水晶标打印机最大打印尺寸是40×60厘米。我们装配了两个 Epson XB600 打印喷头，可以打印七个颜色 ：C、M、Y、K、W， 光油、烫金光油。二，我们的 ARUV 打印机功能超级强大，拥有五个功能。第一个功能，打印所有的平板材料，比如手机壳、玻璃、瓷砖、亚克力、油画布、皮革、木头等等，满足你的日常的各类礼品、文具、包装、广告装饰等的个性化定制跟打印。第二个功能，打印圆柱体材料，加上一个圆柱体家具就可以打印圆柱体的材料，这个是选配的配件，200美元。来看下这个打印效果。第三个功能， UV DTF Foam 打印，我给大家演示下整个的流程。一，先打印到这个水晶标 A 膜上，你看到这个效果了吗？颜色非常鲜艳，还有光油亮亮的效果，也可以看到这个浮雕立体的效果。二，打印完后过这个覆膜机覆上 B 膜。三，然后需要的图案剪下来撕掉 A 膜，贴到你要贴的任何物品材料上，一般除了衣服之外。四，我们试下贴到这个马克杯上，贴完后按压下，然后再撕掉 B 膜。五，好了，看到这个效果了吗？太完美了。第四个功能，打印烫金效果，在需要烫金的位置上面打印上烫金光油，配合烫金机就能得到平面烫金效果了，金灿灿的，好漂亮。第五个功能，视觉定位功能是选配的功能，1000美元，物体随意的摆放在打印平台上，视觉定位功能的摄像头就能识别出物体的位置和轮廓，只需要对其中一个图案进行定位，其余的图案都会自动匹配对位，对位非常的精准，打印色彩非常鲜艳，连这种细小的字体也能打印得非常清楚。好了，现在你更了解我们的机器了吗？马上联系我们，我们可以免费给你打印样品哦。还需要了解更多信息，请马上联系我们。